好，为各位来实测团长，我们要实测看可不可以创造最高伤啊。有时候开特效是不是？我看一下。我们要下死硬这队。难吧？光平感就碾过去了吧？对啊，耶！我什么都没做哎，各位。哇，那反弹 好爽，直接去了，对吧、啊？反弹，没有反弹，这个要砍一下。谢谢邱燕燕，感谢邱燕燕转发。反弹，舒服、哦。打中小怪，基本上他光靠反弹就很舒服，但打那种什么地狱的那个小怪就不行。蛮好奇一件事，蛮好奇这件事，对吧？フルカウンター！ロチャルタ！觉得会死啊？你不会死啊？病情投掉。俺たちはその実戒を打つために集まった。七つの大罪だ。看到没有？全反击啊！呀，我是不是开了太多技能了？我操！有厉害！啊？什么？不是减伤，一样会死？你是误会什么了？你是误会什么了？我的我的我不能不能消那个ルトレッチャープチン看到没有学起来、啊、
观念很重要。厉害吧？哇！看到你，好像不能这样笑。我来试看这样会怎么样啊？看这样可不可以反弹啊？不会扣血怎么办？球大，来个全反击吧。然后这个不行，这个。不能按，对，这个不能按。哎，他是无视控制是不是？靠背啊，对的。俺たちはその十回を打つために集まった。七つの大罪だ。我真开眼球了。就我会过来，你也不会过来比起投票。对，就我会过来，你也不会过来比起投票。这个必须要有很好的观念哦，真的哦，叠珠的观念哦。就我会过来，你也不会过来比起投票。来投票、哦。观念很重要啊！观念很重要啊！OK 吗？我操！等一下，我总觉得追光我没办法爆发哎，就我没有爆发追光王就死掉了，怎么办？对啊，我还没爆发就去了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对啊，怎么办法？最后关怎么爆发？有没有什么建议啊？就反弹，那不就死掉了？哎呀！阿万磨一下，不是啊，我说阿兔啊，啊，我知道怎么弄了，我知道怎么弄了，因为他要减伤之神多少嘛，对不对？他一开始会减伤多少，不到第二回合把他干掉就好了。三回合，等一下，有点状况 ，OK， 我可以。OK。
不是一只。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对啊，这回我再开一下。把这个钱，我想一下啊、哦。好，这一定要先开，这没有先开，你下一回没办法开，这样讲比较快。Are you ready? Are you ready? I'm ready. Are you ready? I'm ready. 一点预备都不用，我先上状态。刚刚应该给伤害更高的。熊 and such culture 哈，哎，四个状态真的刚刚好了，那我们算错、啊、，OK 了吗？不能点蓝呐、啊嗯，不能点蓝、啊，嗯，啊，一波切刷过去啊，一波切，一波切，好了吗？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一波切刷过去哦，我想想看哦，应该是升华剑伤害比较高才对。应该是什么？给他一个做法去，来了，一波气刷过去哦！哎呦呀，那个奥米玛尼呀！哎呦，奥米玛尼呀！那个我叫麦克，把他跟牛啊，麦克小艾莎可就有哈利啊！你要把哒吧哒吧哒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应该不会叫很多暗珠啊！我忘记被你们造势，我忘记了。好，以下开放留言，猜看这次伤害可以达到多少？熊 and 杀！哇！刚刚是200亿吗？好像超过哎、欸，那是多少？刚刚几亿啊？刚刚几亿啊？他这么快掉？对啊，刚刚几亿？刚刚有邻居看到吗？我好像看一个我看不太清楚的数字，你知道吗？哇，那这个简直是专门破解这个盾的技能，你知道吗？刚多少？2000亿哦！啊，啊，实际上是多少？实际上是多少？实际上，你看到是2000亿，啊，实际上是多少？破罩了、哦，所以实际上有人算得出来吗？算不出来没关系，你们可以讲，对我不会勉强你们的。哦啦哦啦 ，K， 哦，谢谢各位。刚金光只在演戏，对啊，对啊。我刚刚金光，我不记得了。